关心这件事而已。谢谢谢谢，真的是。没有，我老公打电话来，然后我挂掉会停，就说你每次听你跟老公的电话就是问题卵巢。好，不要讲了。超好笑。其实看不出来哪一只哪一只。好，我们时间到了，来，我们出口。大家来干嘛？来，这边这边。